24岁的保险经纪透过电话向大耳聋 JJ 借了3000令吉，扣除利息拿到2000令吉。12天后，因为迟了一个半小时还钱，被追加每半小时500令吉利息，还被大耳聋同年要砍手和对付欠债者的家人。我之前我借了，然后最后一期我要还的时候，我1:30我就进买那个最后的账给他，然后他跟我说12点过后。迟到半个小时，说每半个小时他们那公司差500块利息，我那时候我已经进了3000给他嘛，过后我就他讲我还有多少进给他钱，我就进买那个500，然后他开多一个2000块的账来改掉那个1000块的利息，然后我已经进完我所有用的钱全部进完给他，我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跑上来马华这边求大多帮忙了。然后大多跟他谈了过后谈不成，过了晚上他又 call 我，他就说他是不会跟大多谈的，然后他就讲有时候他就讲爱着我还钱或者看你手看我的手。投诉人星期五在马华总部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拿督司理张天赐陪同下召开记者会时，大耳聋刚好打电话来讨债，上演了一场大耳聋舌战张天赐的戏码。Hello？ 我电话没有电。啊？我电话没有电，你刚才过来做？你是针对吗？你几时要还这个钱？但之前我借的我都还了吗？啊？之前我借的我都还了，为什么你还要还这笔钱？2000吗？那个2000吗？我公司收到你外面有请人家，没有请我，请给我。你那时候你charge我半个小时500，那个都不是我借的。啊？你charge我那个是？哇，你在讲这个话啊？什么意思啊？我跟你借那2000，我都还了3500给你啊。还没有还3500，还有一个是拿来盖的吗？但是那个盖的是你自己。差错。那边都写 OK 了。啊？你那边都写 OK 了，我写给你看，你要不要盖啊？你讲 OK， 我帮你盖喽。哇，你现在跟我讲这种冷笑话啊？你问他你砍什么手？你砍什么账啊手？啊，你隔壁是谁啊？教你讲话。你那时候砍的是什么账？你那时候砍的是利息吗？那个是利息障碍吗？那个迟还那个。隔壁那个人才，你打给他。隔壁的人是我啊。啊？我是大多麦克冲啊。我昨天跟你谈，为什么你？啊？为什么你那个老经理不给人啊 ？Hello， 来讲，我是他的 manager 啊。哦，你是他的 manager， OK？ OK， 来，现在是顾客讲他拿2000给你啊，有没有钱？他没有拿钱来，他说他已经还了你这样多。已经还了我这么多，朋友，那个是我跟他讲利息来盖的，他讲 OK， 我就盖给他，过后到期了，他没有钱来，他叫给他几天时间，我又跟他讲 OK， 就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谈的嘛，为什么要砍手砍脚？什么砍手砍脚？啊？他根本就不 steady。什么 steady 不 steady 要砍手咩？啊？不 steady 要去古寨南门咩砍手咩？你在古寨南门哪里？怎么简单？如果没有settle，他已经报案了，跟你讲。他已经报案了，那个是他之前如果他之前报案了吗？他之前报了，我马听得到，之前报了，我如果我之前报了，我马是有看到，如果我怕什么，我放给他。没有，现在你这个有最低限度有王法的吗？你们这样做是不对吗？有王法的吗？啊？这样很简单不了，你那个叫你是不是打地动刚才的？啊？信用他都玩了，你这样多，我怎么再叫他玩？当初公司叫他不能盖，你看不用紧，我跟你谈一个东西。他跟你拿了多少钱？听我讲先，没得叫你听我讲先。啊。当初公司叫他跟我讲没有钱，我讲不用紧，你要盖我帮你盖。嗯。过后他讲他边还有可能还要找，然后啊讲不用紧，他怕他找不到，他叫我盖掉。OK， 我叫的人跟他盖掉。过后到期的时候，他讲他没有钱，让给他多几天时间，他会找。OK， 等下到下个拜二，就是这个拜二啦。OK， 这个拜二的时候，我打给他了，他跟我讲晚一点，他寄给我。
过后一下子有金钱到现在了。所以你要明白，如果当初要讲，如果这是我不要盖的，不可以一定要盖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什么我讲你有进我这2000块，或者是利息，或者是债车什么，这样子 OK 啦。今天你跟我讲这条账，不要收钱，不要紧，我不要收啦。但你要明白哦，当初是他讲可以帮他盖的，包括到后到期的时候他也认这条账，你明白吗？他认你懂吗？他只有拿到2000块吗？他已经完了你3500块吗？你还有增加那个2000块的5500块哦？啊？他还3500啊？啊，三千多，他说给了你。哎，你问他几次还3000多？你问他。我的statement有放了的，一次我进1500，第二次我进2000给你。朋友，你借多少？2000块啊。2000啊？3000拿手。他借3000块拿2000块是吗？啊？妈的，有道理啊！借2000讲借2000，借3000讲借2000啊！啊？你不要这样凶好吗？不是我凶啊！啊？讲废话，你懂没有？我借3000拿2000，对啊。你讲什么？你刚才那个用的什么？借2000还了3000，你借3000还是借2000？你借3000拿2000，对不对？我借3000拿2000，还了3500吗？我都还了。哎，这个还有啊，这个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是你对他吗？为什么你要对他的家人？他的爸爸妈妈、全部兄弟姐妹都无辜的吗？你没有讲law的吗？没有，你不敢对付他的家人吗？他们是无辜的吗？啊？没有啦，这个东西你不可以对他的家人啦，你要对他啦。如果他啊，对不对？OK 了，Thank you。张天赐透露，大耳聋如今处理欠债的手法趋向暴力，不再像过去有商议的空间。